日专工来你的房间，是要向你指点。什么？你是神，不是妖魔鬼怪，就是惊死我。面对神仙降临，你是要来指点我什么嘞？我跟你讲，你有一个未婚的红婿，名叫王赞。因为伊摕金花生来恁家认亲，恁老爸欺贫重富，将伊赶出，搁甲诬赖伊犯罪，现此时急得家人破死罪。我向你交代，你爱去解救你的红婿王赞。你若无解救你的红婿，以后你若死，三代就爱做官夫，做阿扁爹啦。